要问世界上导热最快的材料是什么，如果是金属的话那就是铜了，如果是非金属类的话那就是金刚石。确实这两种东西都是导热很不错的，但要说是最快的话那可能有点悬，因为下面这位他才是名副其实世界上导热最快的，只需手指的热量就能快速切开冰块，而他就是世界最快的传导传热设备热管。这可不是阿星在夸大其词扯犊子，瞧老外就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导热速度到底有多快。老外分别准备了一根铜棒和热管，并且还准备了一种特殊的测验材料，这种材料一旦遇冷就会变成黑色。随后老外就将铜棒和热管的一头分别给放在特殊的材料下，紧接着他就在铜棒和热管的另一头放上一块大小一致的冰块，可以明显看到热管接触到冰块后就迅速发生了变化，冰块也逐渐在融化，而另一边的铜棒对比之下速度就有些缓慢了，小小的一个测试就能看出胜负。除此之外，这老外还手握热管一端，然后去试着切割冰块，意想不到的是冰块立马就被切开了。而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手放热给了导线，导线又放热给了冰块，所以最终才会导致冰块融化被切割了。怎样小伙伴们，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？视频素材来源网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